查考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就发现使徒行传的教会不单单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算是撒玛利亚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或者是后来保罗在亚细亚所建立的教会，几乎在使徒行传看见的教会都有一个特色，叫做以布道为导向。你知道我们在研习会的当中，通常我们第一堂课就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众教会，教会是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教会本来就应该以布道为导向，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福音，教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去拯救人，干嘛还要再提？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教会已经不再以布道为导向了，我们已经跟使徒行传的教会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普世的教会是以聚会为导向，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记载的教会记载什么？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他们记载他们在办那个社区的圣诞晚会？有没有？没有啊。有没有记载什么办什么社区的老人事工？有没有啊？没有。不是教会不做这件事这些事，而是他记载整个教会的行传，他是要让我们看到什么？他要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做什么，教会最重要的事是做什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他整个的方向，整个的教会的最重要的核心主轴就是布道，就是布道。可是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我们开研习会要第一堂课就跟他们讲教会就是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你就知道，因为他已经不大做这件事。今天所有的教会，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把布道这件事情当作是教会的很多很多的事工之一。教会有三十个事工，它只不过是占三十分之一的地位，这是完全错误。为什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教会它记载什么？它记载的就是最重要的事啊，这个教会最重要在干什么？他为什么使徒行传不是在告诉我们教会做的一些琐琐碎碎的事？他有没有报告我们我要做穷养姐的活动？没有啊。为什么他告诉我们的整个的脉络全部都是在讲布道？他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才是教会真正要做的最重大的事。教会可以有其他的事，我们可以不可以办爱宴都可以的，但是我们所有的事有一个核心的方向，就是布道。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可是你就知道今天的教会的文化，今天的教会的传统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价值已经失落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上帝要透过幸福小组的布道运动重新唤起教会要觉醒？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耶稣第一章升天了，第二章开始他要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哇，彼得当场就讲了一篇道，这一篇道讲完了以后，当下就有3000个人就受洗，就进入教会。原来他们祷告就120个人，当天就增加3000个人。然后过一段时间，有一天，就使徒行传第三章开始记载，有一天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有一天下午呢要去圣殿，然后呢经过美门口要进到圣殿的时候，门口呢坐了一个瘫痪的人在向他们求周济。什么意思？就是乞讨的意思。那么彼得呢就看见这个瘫痪的人，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有的给你，而我有的是什么？奉耶稣的名你起来行走。哇，当他讲完以后，这个人呢本来是瘫痪的，马上就跳起来，然后呢又唱诗，然后又跳，好高兴，就拉着使徒们的手，然后忽然之间现场就围了好多好多的人呢。为什么会围了好多的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叫做生来瘫痪，生来瘸腿的。什么意思？就是他从来没有走过路，从生下来就是这样。这个人多大年纪了？已经四十几岁了，表示四十多年来他从来没有走过路。那他怎么来圣殿的？每一天都被抬来的，所以每一天他都在圣殿的门口祈祷。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只要你去过圣殿，你就看过他。表示在这些圣殿里面活动的人，大家都知道有这一号人物摊在那里祈祷，搞不好你也给过钱了。所以这个人是大家熟知的，是生来四十多年以来全部都没有走过路的。忽然之间使徒叫他站起来走路，他就起来了。这个当然是一个惊死人的事情啊，所以忽然之间就现场就围了好多的人。哇，彼得一看时机来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布道起来了，开始讲道起来了。他讲完了以后一呼召，多少人信主呢？圣经告诉我们，男人就有五千，男人就有五千。那有没有女人呢？有。所以呢我大概 估计一下，打个折好了，应该那一场大概就有八千个人信主。所以八千个人再加上原来就三千个人，忽然之间教会就增加一万多个人了。好，那么你可以看到在教会初期，刚刚我们谈到三千个人他们怎么信的，就是彼得站起来讲一篇道以后就有三千个人受洗。那这个时候怎么信的？就是他们开始看到这么多人聚集以后，也是就是大型的布道会了。 OK， 大型的布道会是初期的教会布道的模式，而且初期的教会的布道一定是带着极大的神迹来的，所以才会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好，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布道的模式。因为教会没有人，所以呢这个复兴的就非常的快，透过大型的布道。然后到了第五章的时候呢，圣经就记载说，信而归主的人就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好了，连男带女很多，当然这个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犹太公会呢就受不了了，因为这么多犹太人，因为第一批第一阶段的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这么多的犹太人原来都是在犹太教里面的，现在大量的人归主呢，这些犹太公会呢受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就决定呢出手，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使徒们抓起来，然后呢就把他下到监里头去了，把他们关起来。但是很有趣，就是他们把他关起来了，晚上呢主耶稣来了，然后呢就让那些监狱的门呢忽然之间全部都打开了，然后他们就出来了。出来干嘛呢？就夜间出来，隔一天呢他们就到圣殿，一大早就去开始去圣殿传福音。这个犹太公会呢以为是把他们关起来，所以一大早派人要去把他们带出来审问的时候，一看哎，怎么监狱的门都好好的，都没有被撬坏，但是人都不见了。哇，就开始查了，哎，搞了半天他们又在圣殿传福音了，啊呵啊，就气死了。然后呢就派人呢去把他们找来了，找来以后他们就审问他们，审问的不是告诉你们不要奉耶稣的名传福音吗？这个时候因为昨天晚上主才从监狱把他们救出来，所以现在这些使徒们胆量大不大？啊，不，你惊你啦，怎样？所以呢，他们说我们呢顺从神，不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不，你是变了。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就很气啊，准备就要死，很想要杀他们。结果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人家出来了，叫做加玛利。他是谁呢？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教里面一个非常被尊重的一个学者。他就说，哎，你们这些人 先回避一下。他跟那些现场的人说，他说我告诉你，过去的历史就这样，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玩两下就结束了，
你不理他，他也就结束了。那万一他们是出于神呢？那你这样迫害他，那你就等于要迫害神一样。我他一讲，大家就害怕了，所以大家就最后就决定，就把他们给放了，把他们给放了。那么放了以后啊，我让你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以后，他们放了还不甘愿就放，先把他毒打一顿，然后再放了他们。来，我们读这段圣经。来，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被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段圣经很有趣，这个就是延续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啊。他们呢，先公会就先把他毒打一顿，然后把他们放了，还恐吓他们，对不对？后面他说什么？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他们被关了，被抓了，然后呢，现在被毒打一顿呢，他们就是心里欢喜，而且说什么呢？后面这句话更离奇，因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辱、被侮辱、被打、被羞辱，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被羞辱？因为我们配，你们不配。你们想要被修理，你们还不配。你知道这种把这种因福音患难的那种心情能够这样解释，这个就是我在福下的课程里面讲的，这个叫做高超的诠释能力，看到没有？他们会把整个的遭遇解释成为一个恩典。我们为什么会被羞辱？我们配，够格儿才能够被羞辱，不够格还不行。而且心里欢喜，照理讲应该他们心中应该很不平衡才对啊，搞了半天不是什么荣耀的福音吗？我们传这个福音怎么会到处被欺负，又被关又被打，这是什么个福音呢？没有，心里欢喜。你可以看到这些人是怎么传福音的，心里欢喜，因为配受这个名受辱。不但如此，你看他反应什么行动？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个叫做幸福小组。因为传耶稣是基督，就是告诉你耶稣是基督。你要告诉他耶稣是基督，就是他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你才需要告诉他嘛。所以呢，这是一个福音性的聚会。你看他们一个礼拜开几天？七天。有没有看到？所以如果你一个礼拜出来三四天，不要哇哇叫。我算是非常的慈悲怜悯，你看到没有？人家是七天的，对不对？在家里或者是在店里不住的教训人，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受了这么大的逼迫，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天天传福音。你就可以看到，哇，这个他们的对那种福音的价值的认知到了这个地步。但是呢，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微妙的转变，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原来的布道的方式是大型的群众式的布道会，但是现在开始因为外面有逼迫，对不对？他们开始转为什么家庭，还有什么小组，就是幸福小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布道方式由大型的布道会转为小组布道的模式。而原来怎么传福音，就是一个使徒在上面讲嘛。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千千万万的门徒在家里讲，所以有一个人的布道的模式转换成为一个在小组扁平化的门徒小组布道运动，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当然呢，你可以看到后来保罗到亚细亚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怎么布道？一开头，因为他到一个地方是人生地不熟，
所以他一开头先找到什么？犹太公会。因为犹太公会都是就是一个每一个犹太裔的就是这些侨民所在的地方，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叫什么孔子学院的那个意思是一样，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犹太的一个会堂，所以犹太人会来这个地方聚集，然后读圣经或者是研究圣经，这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那保罗就专门找这种地方，当然也是一个群众事，因为找这个地方他要讲的是从旧约开始的福音，当然这是犹太人就最容易听懂，然后这些人信了，他也开始到街头去传福音给外邦人。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一开始的方式也有一种类似布道形式的，可是这是教会还没有被建立，等到教会被建立完了以后，我相信保罗也会把整个布道的模式转换成为一个小组的门徒扁平化的一个布道的模式。其实就是在一个教会的初期阶段，它当然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依赖这个群众式的布道的模式，可是当一个教会建构完成以后，就应该转化成为一个门徒扁平化的一个布道的模式。那今天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价值呢，其实是已经失落了。为什么已经失落？很简单，他们的传福音的环境这么恶劣，很多的地区甚至回教的地区，你只要传福音被抓到了是要被砍头的。这种传福音这么恶劣，你看初期的教会传福音有这么多的逼迫，可是为什么他们拼了命还要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有点沉重，叫做出死入生传福音。为什么就是出死入生传福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逼迫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什么他们遭受生命的威胁仍然不顾这些危险还要继续的传福音？反观今天，有多少的教会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有最好的硬体，有最好的设备，可是教会不想传福音。你看那个教会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要冒着生命被杀被逼迫的危险，他们反而冒死要传福音。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已经完全自由公开的环境之下，教会却是不愿意传福音？原因就是因为越是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信主的人，才会知道这个福音信仰的宝贵，越是在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环境底下信主的人，他就会把信仰看为稀松平常。那么我们可以看，这刚刚是初期的教会，等到保罗开始到亚细亚地区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一回事呢？照样在逼迫中也是在冒死传福音。保罗在逼迫当中照样的冒死在传福音。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来，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哈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拉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哈去。你知道为什么这些门徒们去传福音会受到逼迫？原因很简单，因为产生很大的效应，就是这个传这个福音造成轰动，传这个福音造成很大的结果，所以他们就会接受很大的逼迫。原来保罗是在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一带传福音的，那一带传福音呢，结果呢，因为非常多的犹太人又来信了，所以呢，犹太人就把他们赶出城，以后他们就到以哥念，现在是来到路斯德。就是说你看那一些前面这些城市传福音的人呢，不放过他们，你们传到哪里我们就这个腥风血雨到哪里，就来了。你看最后他们用石头打保罗，打到什么程度？他说以为他是死了。所以有没有死？没死，但是呢半死了。这意思就是说打到
他为什么以为他死了？他不动了嘛，也不会站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了，也不会动了，所以才以为他是死了。所以呢，不是起来走，是把他拖到城外去。他是很好玩，拖到城外去呢，他就起来了，走进城去。第二天，各位，如果你去传福音被打得半死以后，要怎样？休养半年啊，还传什么福音呢？为什么呢？因为身体受伤，心灵有没有受伤？心理伤更重啊，所以哪里有办法传福音？所以应该要休养半年，对不对？没有啊，第二天就起来往特别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有没有效？使好些人做门徒，表示他福音传到哪里，人就会信到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当时候传福音的果效，还有传福音的那种环境的恶劣到什么程度。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不是看到一个单一的事件，我让你看到一节经文，你会看到当时候保罗他们的整个宣教团队所面对的那个传福音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我只要让你看一节经文你就知道。来，我们看23章这一段。来，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你看到没有？这一些人不是逼迫你啊，他是起誓。有多少人起誓？有40多个人起誓，说什么？只要保罗不死，我们就禁食祷告，不吃不喝嘛，就要禁食祷告。表示什么？表示他们心中对保罗的团队那种恨恶的程度到什么地步？有没有看到？就是如果他不杀死他，我们就不吃不喝。哎，这不是一个人疯了，是有40几个人一起疯了。那你就可以看得到，从这个经文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个蛛丝马迹，就是当时候保罗的宣教团队所面对这个传福音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这个压力是多么的大，逼迫是多么的大，风险是多么的大。可是呢，为什么他们仍然坚定的要传福音？我告诉你，原因就是第二点，因为他们一路有主的同在。为什么保罗有这么强大的传福音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呢，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16章，来，我们一起读。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你看这段的圣经也是很有趣，这段的圣经是在哪里的？这段圣经是因为上次我跟大家讲，原来保罗在亚细亚一段传福音，那么后来他在特罗亚领受了一个叫做马其顿的意象，也就是说一个马其顿的人就告诉保罗说，请你过来帮助我们，那当然就是要把福音传到马其顿。那这个时候保罗就改道，本来往比推尼，现在改道到马其顿，这个地方是先到腓立比。到腓立比以后他就开始传福音的，那么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就因为有很多人信了，如果他们这边传福音没有人理他们，不会有人去管他们的，就是因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有很多人信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不但打了他们呢，就并且是把他们下到监里。好，那么后面就好玩了，他说什么呢？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这个很多被关的人大概有 这几个人大概应该是怎么关到这里来，应该是关到精神病患那边才对。怎么关到我们关？我们在这边关了很没有盼望，气得要死，恨得要死，为什么他们在唱诗赞美上帝？而且歌声很不错，
他们唱歌很不错，为什么？因为囚犯都侧耳听啊，你知道，在监狱卡拉 OK 起来了，啊，显然保罗一行他们这个歌喉不错，哎，大家都注意听。可是你看发生什么？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监狱的门怎么也打开了，所以啊，你就看到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了。这时候狱卒啊，以为呢犯人都逃跑了，所以狱卒本来要自杀，后来保罗就制止他。所以这一场结果是什么？整个狱卒全部都全家都信主了。好，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当中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监狱神迹特别多。每一次他们关到监狱里面，就有神迹发生。一关到监狱里面就有神迹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但是那代表什么？代表说你们被关到监狱也有主的美意，可是你们关到监狱仍然有主的同在。为什么保罗他们信心这么大？为什么他们传福音为什么这么样的大胆？因为他知道，我做主要我做的事，主就一定会与我同在，所以他不怕，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会害怕的？所以为什么这个福音会有一个这么大的威力？而且你可以看，后来保罗呢，第三次，这个是第三次旅行布道完了以后，最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上次我就跟你讲，他就开始进入了一连串的审判的过程。然后他在，即便是在审判的过程的当中呢，他们因为要走水路啊。好，在走水路的过程当中碰到台风。其实那一次的台风，大家大概想，哇，大概以前的船不是现在的船，大概说他们大概命就没有了。结果保罗啊就跟他们说，放心。来，我们看这段圣经，一起读。来，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上帝，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上帝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就是一个强大的信心。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上帝就告诉我，我一定会平安的到罗马接受审判。如果我会平安的去，你们跟着我也一定会平安的去。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这个是一个有主同在的福音。那么为什么保罗他会有这么强大的传福音的动力呢？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福音的心智。我研究过保罗，我就看到他传福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果效，一个是信心，然后还有一个是决心。什么叫做心智？心智很重要。信心是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心智是什么？心智就是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成功，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开到底。这个也就是我们开幸福小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没有开始开你就意志动摇了，这个就危险。心智跟信心是我们的幸福小组可以开得成功一个非常重要的两大因素。你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很强大的福音的心智，刚刚说他有一个信心，因为主与我同在。第二个就是这个福音的心智也是很重要。来，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我常常引用的这段圣经，我非常喜欢这段圣经。来，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所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话，他说呢，我知道前面有捆锁跟患难等着我。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你就知道他在传福音里面，他不是预期要吃香喝了。这种福音的这种强度啊，是保罗为什么福音传到哪里，人就会信到哪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捆锁跟患难等着我，但是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讲的比较长啊，台湾话比较短，没得惊了。台湾话比较简洁，没得惊了。你就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很有趣的。我其实读圣经的时候啊，我就看见不是保罗一个人有这个心智啊，不是保罗传福音是冒死而已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初期教会大概都是这一款的。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说我今天传福音，面对逼迫，被杀一条命，我不怕，这样也很了不起。我必须说这样也很了不起，但是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圣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来跟从我，对不对？所以他要的是门徒跟从他，对不对？那门徒要跟从他，是 死的门徒跟从，还是活的门徒？你知道。所以呢，耶稣的意思是，我们既然要跟从，当然是要活得好好的来跟从。那为什么这个舍命的意思是什么？舍命的意思不是我这一条命死了，不是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人死，那你砍一刀，你一刀砍下去3秒钟我就结束了。有胆子大的人是不怕死，就是你一刀，你开我一枪毙命就算了，对不对？你就像保罗这样打死，半个钟头给你打好不好？就忍耐半个钟头就过了吗？可是这个地方真正讲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讲，耶稣讲，我们要为福音舍命，真正的意义不是把你这条命杀了，真正的意义叫做人生。人的一生奉献给主，为福音而活的人生，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验。你引颈杀一刀不过是3秒钟，可是人要几十年委身在这个福音的当中，这个考验才真正大，你知道吗？你看呢，有一些人恋爱到一个程度可以为对方死，对不对？可以为对方死的这一对，只要他继续活下来了，搞不好没多久就离婚了，你懂不懂？那并不是说他要死的那一刻是假的，不是真的。可是呢，可以为你死这种勇气，这种气魄不见得可以跟你一起好好活几十年，没有那么当，因为那个是折磨啊。你懂了吧？引刀成一块，折磨是一生，那是不一样的功课的。所以呢，你一条命给主，那个不是很困难的事，可是你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主，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保罗在讲的是这个。那保罗不怕死，可是保罗是一生为福音而活。所以我们的福校的课程最后一堂课，毕业的那一堂课叫做什么？线上危机。在讲什么？就讲这个事。所以你不要说，不要以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我告诉各位，我非常好奇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初期的教会，保罗的团队也好，他所建立的这些教会，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生为福音而活，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不看为宝贵就是说，这些我们原先所追求的这些价值不成为价值。我是把福音的价值看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价值。 我在想各位，到底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到底他们抓到的是什么？我非常清楚一件事，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变成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为什么今天的门徒成为一个只会聚会的门徒？这种堕落的生态，为什么？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
保罗的团队跟所起初的教会所建立的这些门徒，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抓到的东西，今天的教会跟门徒没有抓到。因为他们抓到了，所以他们可以为这个福音舍命。因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抓不到，我们就不可能为福音付上代价。因此之故，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没有到保罗这个程度，就开个幸福小组就哇哇叫了，就怨天尤人一大堆了，就要死要活了，就要撞墙了，就来了。为什么？我明白，因为初期教会抓得到的那个东西，今天的教会抓不到。但是我非常感恩呢，为什么？因为我看见初期教会的模式，几乎今天普世的教会通通没有啊。我告诉各位，我抓到了那个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脉络，这个是信仰的一根筋呢。这根筋没有抓到，你绝对抓不到这个信仰的宝贵。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对不对？那我问你，他看什么为宝贵啊？你就知道，他看为宝贵的就是那根筋。如果我们没有抓到，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刚强的门徒的样式，我们的一生就会活在一个浪费时间的模式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保罗他们经过那么多的逼迫，为什么主会一路与他们同在？有一些人会问我，他说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开幸福小组，我还会发生一些事情，你说还会有一些的挫折，还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我开幸福小组不是应该，上帝应该让我凡事尽都顺利吗？为什么我还会碰到这些事？会有一些人问我，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因为你开幸福小组碰到了一些的不如意，然后你这个幸福小组就开不下去了，那不就证明你所谓的爱耶稣全部都是假的。你知道，如果今天作为一个父亲，我把我的孩子养大了，他们很爱我，每个礼拜都从外地回家来看我，我很高兴，我也很安慰。但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他说，不好意思，这几天爸爸的钱全部都给诈骗集团骗光光了，然后下个礼拜开始，他们就不再回家了。那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对我这个爸爸的爱，从来就是误会。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到底，是不是也同时是在跟耶稣做一个表态？我对主的爱是完真的。弟兄姊妹，保罗也好，亚伯拉罕也好，历世历代的圣徒也好，为什么他们为了福音可以摆上性命的代价？他们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感谢上帝，耶稣的爱，福音的热忱，福音的价值依然在我们当中。我要告诉福气教会的门徒，我深深的以你们为荣，因为你们是回应耶稣的呼召，因为你们是回到起初教会模式，门徒的模式，门徒的样式。我们低头祷告。我的主，我的神啊，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些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摆上性命，冒死传福音。谢谢主。
今天我们不过多付一点点的代价，我们不过用我们一点的时间甚至是金钱，主啊，求你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激励，让我们的心如同保罗一样再一次火热起来，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